好，欢迎回到比赛当中，我是解说秋图。我是解说来了。好，刚才的比赛呢，我们也是看得非常精彩啊。嗯，老王也是先领先的情况下被别人扳回两局，最后又波澜不惊的取得了胜利，是差点被翻盘，不过还是打得非常精彩的，双方也就是一两回合之差。对，我们在后面看的时候，当时觉得这局已经走远了，因为AOE 已经没有能烧的随从了。结果他抓了一个大礼环，同时对面没有抓到咆哮，这一来一回直接奠定了比赛的胜利。是，可能在上一回合我们感觉就是德鲁伊不知道输什么，突然间下一回合就德鲁伊不知道赢什么了，一个激活，然后基本就崩了。对，不知道赢什么。然后关键是王师傅有一个 AOE 嘛，是，就手牌术还是一个在刀尖上舞蹈的职业，就是感觉永远是游离于生死边缘，是，还是非常有这种心跳体验和操作体验的一个职业。对，但是估计王师傅会把这个牌换了。我感觉也是，如果说刚才就是自己晚抓一回合大的话，对面或者早抓一回合咆哮，这都要是的，因为毕竟这个被动的职业还是在这个炉石传说这个机制里边是比较吃亏的。是，我们看到现在是八强的晋级版。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到的是犯罪高手与小伙伴对战梅川兵内库，下半区是老婆生儿子去了对战天赋战队，他们之间的胜者再打出来去迎战哇啦啦战队，才能争夺最后一个名额。这个我感觉太严酷了，对这些败者组的选手，尤其是像王师傅这种一开始就掉进去的人，那几乎要连胜四局才有一个出现的名额。是，而且连胜四局之后还要挑战一个大黑暗大 BOSS，对吧？是，我们的大侠饶命战这队。个正常来说，连赢四局在炉石传说的比赛里面，连赢四局，如果我一直观看的话，从我的观感体验上来说，我感觉这个人已经夺冠了。但 有后来一点道看才是八强出现了，是这个还是心态上差距比较大的，因为炉石传说毕竟有一定的运气因素的存在。但是希望选手可以通过自己的调整以及卡组的针对，能达到一个很高的胜率。是的，那么我们马上就要进行的两位选手就是刚刚晋级一轮的梅川兵内库和犯罪高手与小伙伴。是，他们之间的话，梅川兵内库我还是比较了解的，毕竟刚刚击败了我们，对不对？是，那犯罪高手与小伙伴呢，就是老毕和拉拉拉的一个组合，也是长期活跃在这个双人线杆赛舞台上的，而且胜率非常高的一位战队选是手。的，而且他们是有一个威慑的。就是我是，刚刚已经得到一点点小内幕消息啊，就是梅川兵内库因为惧怕对面来针对自己，把自己的猎人都直接换掉了。哦，这个从我们历来看比赛的一个习惯来说，这种防针对很容易被对手套路。是，就包括我们前面也看到了，就是起手任务战，面对对面的战士以为是海盗，直接把任务换掉，是结的，果对面也是个任务战，那真是天崩。因为任务战还是比较便宜的嘛。嗯。这种被套路的感觉还是很过瘾的。是，那双方应该是在进行一个比赛的调制啊。是，来，那瓦良，你觉得这个线杆赛其实对比一些平常我们有充足准备的比赛的话，给人观感上，包括有选手上准备上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吗？啊，我觉得线杆赛最大的优势就是开包的时候非常有意思，对不对？主要我们开包的过程中，你看我们组出来牌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但是这种贫富差距过大，会不会影响选手的心态呢？啊，这个也是没办法，毕竟人家都已经是毕业套牌了，我们还对，在为一张纸卡奋斗，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人家沟通。对，因为毕业套牌确实还是有一定强度的。是，那这个版本呢，目前来看还是比较平衡的一个版本。嗯。尤其是我们这个比赛呢，为了观众老爷的一些体验，也是把任务贼进行一些调整啊，让他暂时告别了这个比赛的舞台。是的。而但是这样的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其实。其实是这样的吧，我们一开始送了9个任务，但是。是任务贼除了任务城之外，其他构架好像都是太便宜了，啊，那对。可能说大家都可以组出完全体力任务贼了。而且关键是他很多慢速套牌遇到任务贼的时候，真的我如果在天梯上遇到了，直接就投了，不和你浪费时间。是，我觉得可能大家为了任务贼，是不是都海盗在抄起来了？对。这可能就不太好看了。但是生物链里面好像它还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存在。是。好，那我们看一下双方的职业，法师、骑士和萨满。这面是齐萨德鲁伊，就一个区别。是的，那这个德鲁伊如果是一个青玉德，可能看起来还不错。哎，但他们前几天用的是一个那野种兽德，野兽德，打对，脸特别凶。因为野兽德打起来比较直接嘛，主动的卡组，一般来说啊，都是比较稍微占优势的。是，我们看了一场元素内战。那从目前啊，最近几天元素法有一些抬头，包括元素贼都有出现。元素法呢，最近也是因为大家就是觉得元素生物嘛，就体验各种不同的套路，元是，素法有一些出现，但是稳定上来说，元素萨好像更胜一筹。主要还是没有877这么一个大哥，对吧？是，那二二二
王宇666王宇1010的话，只能让你元素不断。因为877这四个抉择其实丰富了萨满整个的套路。对，他可以回血，然后也可以打 AOE， 甚至可以铺场。嗯，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一卡多用嘛，我一张卡什么情况都能处理得了。好，那对面卡手了，很难受。小冉直接扔了呀。好，那法师呢？其实并不慌，因为他是有个火山药水。是火山药水，315都可以。315的话你也顾不来。好，硬币315了。315，啊，先卡住你。是的，然后回手我不行的火山药水。对，那我也上个，大家大眼瞪小眼。看他这个有选择了，他如果上23的话，就很容易下回合被对面直接打一个火山药水全解了。是，我觉得就推荐给他卡着呗。对。看他有没有意识到会防这个火山药水了。嗯。如果上23的话，他这边的怪是可没有办法送的，一定会被这边火山药水牵得很惨。是，我考虑到这边有火山药水啊，就上一个315跟他卡住就可以了。好，315。好，这还可以。如果他打了23的话，撞一下一个烧全没了。是，我觉得两个交游真的是特别有意思，互相卡着谁也动不了。但是萨满现在套牌有个问题啊，就是因为一开始这个比赛里面是给了你1500块钱的，嗯，你不去开这个冒险模式，没有大漩涡，那以后是不给钱，只给卡包，永远没有大漩涡。哎，对了，那我们看一下上面没穿冰内裤同学他们的萨满就没有大漩涡，这边的好像也没有大漩涡，因为你投入这个产出不太成正比。嗯，好，这边要强行换掉吗？那太亏了吧，四换两个半换一个是。考虑一下吧，但是如果他这边不换的话，早晚也是要解。对，这个除非有个火蛇，否则你永远解起来很亏。是的，我推荐换的话实在太亏了，你看我们只有四张了，对面手里一大把。对，那我们算了吧，摊一轮。因为你不换你也等下回刮刮了摇个图腾，其实对面也把你盾破了，也没有太大的优势。考虑要不要找机会用那个35去打一下。是，为了血量比较厚。挂的话就是，对，挂机就是准备下回用35去打，要么就踢过去，踢过去就是。这回合撞了太亏。太亏了，死了两个，还打残了一个。对，对面是四费回合嘛，即使就打一个火山药水也没有那么的伤。好，撞了。好，解了。这是一个老竞技场玩家的一个良好的习惯。嗯。那对面又上一个，你还卡死了。又上一个其实就可以没有那么糟。对，可以拿335圣盾去撞一下。这个圣盾打三还是蛮给力的。先打了不亏嘛。嗯。免得被人家火冲点了。但是没有火蛇啊，有火蛇就特别完美。是。没有火蛇现在萨满的怪攻击力不够的问题体现出来了。好多个怪没抢攻。哎，他没有上这个。35撞一下吧，这肯定要撞的呀，不撞很亏。对，不撞被一二撞掉了。那这样的话这个23回手可以补掉这个一二。那法师这边的话可能直接上元素了吧，发现一看、哎，他强忍他强，我摸我的牌。如果 这个交游真的是把这个血量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了。嗯，尤其是战士那种职业套牌11血的交游简直很让人头疼。这里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交个火山药水，如果说自己上一个545的话、场上东西就全都被人家吃掉了，而且是几乎是白吃掉了。白吃掉了、那火山药水 A 一下的话就留一个管，怎么办呢？这不还可以，但是下回合干嘛呢？火山药水打完下回合六飞也很尴尬、对，这是个大问题。这手里随从其实还挺多的，萨满这边的随从有点不够用了。嗯，找一个的话倾向于找一个，因为法师基本上都是四费元素，水元素和那个蒸汽。嗯，所以说 还是 A 了。好，先点31，这样的话对面下回合是出不了这两个小元素的。嗯，哇，这手不对啊。下面什么都没有的呢，用可以1+3摇图腾，那么我觉得可能会留一个元素做引子吧，那就单打一个三。不过场上还有一个21王宇嘛，也能王宇两个元素。是，一看他想法上不上啊，还是不上了。好，这回合就是上回合虽然处理的比较干净啊，但是这回合就比较尴尬。嗯，
那只能出一个一费的，随便混一混吧，最后混过去。对，反正下回合就一炮开了上来。对，这个可是很给力。那这个二一点起来还是不太想点，点了以后也比较烦，就只能挂机了。那点了好处就是对面下回如果扑你有呼啦。我们可以听一下对战房讨论。要寒冰剑啊？算了，没意义啊，寒冰剑。过吧，过吧，过吧。肖恒应该是喷这个。不一定啊，他如果上七六六，我们就肯定要打火球了。我们后面这个不就出不去了吗？就没有元素了呀。那他打七六六，咱们还是要喷掉这个。他如果七六打脸的话，其实我们压力挺大的。我们还行吧，就六血打在脸上，21血。给他占六点成功喷掉这个，我们也有个七六六。他没怪了是吧？他没怪了，他手里。那我们想一想，他手里有什么？就是大漩涡、闪电风暴、火山喷发都有可能。对，寡有可能。寡，可能有火元素，可能有七六六，但是他不想上。他刚才上了一一吧？你看他是不是上了个一？对啊，那他可能有七六六，但他不想喷，他想喷怪。我们上七六六被他反手就七六六，但是没不少。你看我们上个七六六喷掉他，他回手七六六接一二换掉我们火球接四五四，可以。对，这个节奏感觉我们能赢。嗯，别急。我们节奏其实职业选手要勇于下判断。勇于不是勇于立 flag， 你这个感觉这局应该可以。但是他有个八七七很烦。八七七，我觉得我们肯定要留一个火山药水，或者留一个 A O E 给他八七七那出的那个怪。他寡，那就是没有那个七六六。对，没有七六六。他要打大漩涡，大漩涡。右手是不是？我觉得可能还有。他是不是可能卡了嗜血？卡了嗜血，我们也不可能去管他呀。我觉得我们就上个这个。像这个不如上四五四，四五四火冲接个打二，打了这个，对，或者打法强也行，但我觉得没必要打法强。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就上这个不多好，就是打二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发现一个有必要吗？主要是我想多解一个怪，该怎么办呢？我感觉这个场攻，你看他手里卡了那么多张牌，我就想多解怪。你不管他是火蛇架出来还是说什么嗜血啊，我就觉得要不多解一个怪吧。我们这个场面就是他现在已经没什么生物了，我们有两个火球，还一个寒冰，他上什么我们解什么，只要我们不掉血，我们就赢了，对吧？行，我们还不。但是我是觉得就是，他们可能有怪，哎，他们上回合没上元素。对啊，没上元素。他们可能还可能有青玉闪电嘛，他们可能带青玉体系的。对，就爪子那种。对对对，爪子。他没爪，他有爪子肯定早上。不过我觉得他们可能有怪就不想上了，就是。没有质量的怪，就是他们有些杂毛不想上了，感觉上了之后没什么。他一二都过到一个五四五的概率。我知道，就图腾、马桶和那什么啊，火门。因为我觉得极有可能会过到一个那个五四五。嗯。就是这个。掉的就是他。对。但是他这一回合应该要教一些法术，但是他不见得会出场，他不见得会出场让我们清场。对，他不见得会清咱们的场。嗯，他可能就稍微解一解，把那零三解了就行。对，他可能交一个那个烈焰喷涌，或者是交一个寒冰剑。嗯。兄弟们，他先出的。剩四个，那他肯定不打火山了，那可能就是一个烈焰。嗯，好的。刚才我们也看到两位选手就是精彩的分析。嗯。就是上面的没穿冰内裤的选手，两位选手他探讨的也非常细致啊，准确的读出了对面手里面的牌。但是因为我们经常比赛也知道，就是这种预判呢很有可能会害了自己。对，这个没有办法，因为对面卡了五张牌，你也不知道是什么，只能去猜。很多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就猜得准的有概率嘛，但是因为这种预感有的时候会误导自己，错失一些良机。对，反而有时候我们觉得对面打得很果断很敢拼，反而会博得一些先机。对，那这个东西呢，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和玩家的风格有关。嗯，那么这边的话，因为神抽一个火元素，改变了他的基金计划，选择了火元素。那我们反正下回合元素不断，继续发现吧。他这个是不是应该先摇？先摇的话能出一个嘲讽图腾。哦，不过没什么关系吧，主要是因为上面很多七六六啊，直接就喷了下来，这确实是太厉害了。这、他送的是那个一二，对，这已经是第二个七六六了。是。火爷爷直接喷掉了火元素，这怎么办？
啊，卡利莫斯可以出了，但是现在出来没什么效果啊。打火山喷发的话，二加四，正好全解。正好火山喷发的，然后加一个五四五。是。这个火山喷发太厉害了，完美，很赚，完美。火焰素继续。对面的话，反正还有火球球继续喷，不赚也不亏，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已经送了一个火焰素了。但是手牌数量上，因为法师这面的单卡质量都很高，这边的话也有喷不了，因为只能打五，对面六血喷不死。是，卡利波斯铺场吗？那可以考虑，因为其实法师也卡了很多的牌，那你这边时候上一个火焰素。就是骗自己。好，卡利莫斯了，这是一个巴菲奥尼克西亚嘛，对不 对, 对？就差了加一加一，对面很简单就可以全部搞。这个肯定比奥尼克西亚厉害多了，因为只是少了一，但是少了一费，是这就已经区别很大了。再不说四个抉择，对，主要四个抉择特别灵活，面对海盗蛋你就可以加血，面对需要斩杀你可以打脸，主要最常用的当然还是 A O E。对，丰富了自己元素体系的这种多变性。一卡多用很关键啊。那这边其实法师解起来难度并不大，很多种方式可以选择。对，送了一二，他现在要先算好费用，考虑上不上法力龙。对，一二送掉火山药水寒冰剑，芙蓉火山药水，火山药水芙蓉寒冰剑点一下可以。但是这样的话场面就是一个七六加一个芙蓉。他们可能会考虑到这个六六，因为这个萨满这个七六六是自己带的，不是那个五四五给的，这个是能算出来的。你如果打火山药水的话，他们可能考虑那这个会不会被回手，对，反喷掉。哎，但是因为他觉得火山药水太赚了嘛，我一下一这么多，就忍不太了。芙蓉寒冰剑点一下，这还是按照既定计划。哦，选择不点吗？上怪还是点一下吧。点了，万一出一个治疗很烦，说不定还有一张牌现在就回响。特别厉害，还有温泉守卫也很烦。是，好，这边就反手打掉，或者考虑火元素直接大熊窝，太亏了。我们退化大熊窝一套 combo，是的，能解决很多，就先喷了大熊窝点了也可以。因为用两张牌，毕竟用两张牌去解嘛，效果和这个是一样的。好，图腾一二的话，上去就白送了，算了吧，等着留着以后吧。反正对面也要吃我的这个法强，就算你火球砸了我，你法强出城总是要尊重一下，对吧？是，我们看到这个双方的手牌质量完全是多与少，完全是因为这个七六六决定的。七六六下了场就稳赚一张牌，对，五四五就稳赚一张牌。我们看，就上面三个七六六下来，手牌茫茫多，对，对面没有牌了，结果这边两个七六六回来，哎，差不多，差不多，是，啊，对面我。现在大家都是一个问题，就是法术特别多，解特别多，怪没有了。因为这个大漩涡和法强一出现呢，手里握着大漩涡就给了这边一个幻想，就是上一个一二，对面的二三解了我直接反手打大漩涡。哇，这一手暂时先用不了，打个火球术。冰冻药水可以考虑，但是有火球，反正就直接打了也没问题，因为你冰冻药水治标不治本，下回合你除非。因为你上回没有元素嘛，这个四五四也打不出来。是，他想过牌就再去找，那手牌太多了，你准备呼啦吗？太贪了吧，一个火球砸就好了。打了吧。我们唯一的想法，他可能这样的，我们现在算一下直伤。是。你看打脸的话，两个火球芙蓉踢一脚。而且卡利莫斯没了。对，是不是差不多了？但是还有温泉守卫，甚至于这个四三六还是很不好。是怂了。对，很不好去判断这个。萨满的血量啊，最终还是解了法强。这肯定解法强，因为你出了这个，哎，没事，这个现解一，这个留一留，留一留，先要个图腾。其实现在啊，因为法师一个宝典开两个奥数之后，我感觉萨满手牌跟不太上了。对，就只能期待于奥数智慧的质量不高。只能期待于就是他宝典开的质量不高，但是他。这面呢，不知道他开了两个奥数智慧。对，奥数智慧是一定带着自己牌库的牌的。是。就现在牌库里最差的就一二这种，也可以给自己补上元素。对，他最后一定要过牌了，因为他缺元素，手里面两张都需要元素来激活。好，水元素可以。好，我们看看对战法选手怎么分析吧。这里可能是要冰冻药水。冰冻药胶。
太明显了，太明显。对，嗯，反正也能点自己。我们会不会皮条牌啊？还有八张。他呢？还有十一张，他过牌肯定不如咱们多。但是他还有一个马桶。他不一定有两个马桶的。嗯。他现在很怕，他就不敢扑了，在怕烈焰风暴。嗯。但是他不扑，我们也不打。他这场面肯定，我们也不会打烈焰风暴。可以下回合火球加这个。不过我觉得他再上一个怪，我觉得就可以打烈焰风暴。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对。我们在想，如果他不上怪了，那我们火球砸了他这个火元素吗？ 对， 对。要不然呢？我们控制不住这个火元素，要不然赌大号弹感觉很傻。大号弹有点。大号弹不如等把图能都清了之后再。大号弹起码是九点伤，还相当于一张岩爆嘛。如果他没有怪的话。因为火球完了还能上个这个。嗯。刚好争取有动。哎，大号打了，闪电很好。那我们。哎，他好像还要上关，刚上火车，看来还好吧。哎，火门吧，火门火冲，哎，但是那就掉元素了。没，那我们再等元素呗。那我们不如这个加火球加火冲呢，就效果是一样的，而且有元素，对吧？也行。对啊，火门其实也伤害也很高。也行，就是法师嘛，反正。嗯。加点。对啊，打个火球。我们还有什么大怪吗？我们大怪七六六都用完了，我们还有好像还有，我们还有个找元素，嗯，对，我们还能找个派洛斯，嗯，可以，嗯，还有什么吗？想想，主要是这样费用不太灵活，就是这样的话费用很不灵活，但就为了下回合那什么刮了，他哎他第二个刮用了是吧？对啊，他没有刮，那派洛斯不是无敌了？你说的好像我们已经找到派洛斯了一样。他交了几个火元素？他有一个火元素是找的，找的。他没用过火元素，他用过啊，他用过两个火元素。我们就四三五接这个，对，然后再接个一二，接个火冲，对吧？够吧？嗯。点了他，然后再上个一二和四三五，可以。我感觉他这个场面他应该又会打一个鱿鱼了，比如说打个大漩涡之类的。大漩涡没什么太大漩涡，完全准备。对对对，可行。这先出后出都一样，其实这时候出那个风群也能上。风对，风后也加两遍的。这样的。然后来回。他可能还有瓶火山药水是吧？还有吗？他不打两个了吗？他打两个了。嗯。可能有呼啦，但是他也有可能不带呼啦。他如果带火门也带呼啦还带了宝典，是不是就特别怕冲一波斯？谁知道呢，对吧？他可能就打咱们，他如果卡组的厚一点也有可能。他如果全带的话，是不是冲一波就真的直接死？起手太卡了，这可能是呼啦了。哦，啊，过开，他真的要劈完了。他还有三张牌，宝典还有一张牌，啊，宝典还有一张牌。有一张是火苗，宝典还有一张。先出这个，先出这个。我们火与精灵出了几个？出了一个还是？出第二，第一个OK， 那就没有火与精灵，少了一个比较差的招。就看那卡利莫斯的普通。哎，但是咱们 AOE 交完了。对。哎，不细。我们是应该先。不不，这不上了。不上。要上元素呀，兄弟，啊，那上一个吧，上一个呀，又不上多了，他大漩涡不是没了吗？对，咱们吃一个然后打脸。对，吃一个打脸，这样够了。这个还上吗？不上了，不上了，不上了。行，就是十一上，上十四不行，上了也防不了火山弹。他手里一个一二，然后之前手里还有一张牌，有可能是退化。哎，退化感觉还好吧？还可以，反正对啊。也不是很亏，就特别是有个王八，这个王八可以吃，嗯，可以吃无限数的。对，他手里还剩一个一啊，而且他这个还没上元素。对，咱们直接上这个。嗯，他在考虑上不上元素。这个随便他了。就是，跟大家没啥关系。
然后我感觉我们把四三六解了，其实法强图腾怎么解？用这个解吗？不用啊，你不用啊。你要是想解它，用炼喷，我们先找个元素看一下嘛。对。我想这个要留着打脸了，感觉。对对对，这是九点伤害，还有两张牌。我们这个王八就是吃图腾了。图腾杀手，这个时候有个驯兽师，这个王八不起飞了。我们需要找一个克洛斯或者七六六，先找吧。来吧，兄弟们，聆听我的呼唤吧。哎，加顿吧，加顿挺厉害，我觉得。加顿厉害吗？厉害厉害厉害，不，他仨里面肯定是加顿，就不用想。交游进攻性太弱了，我觉得把。想一想，这里，就是艾绿加这个。对，就艾绿加那个三三化了，然后把他法强，把他那个法强吃了。对，我们这个场攻其实很高了。其实三三可以踢脸。不是元素，我们怎么都是输啊，对吧？下一张卡利莫斯的仆从找一个卡利莫斯就。嗯。岩石哨兵撑一下，卡利莫斯仆从找卡利莫斯，对吧？我没有卡。应该是也有机会赢。嗯。他好像没什么，他也哦，他上一回我找了一张元素，就看他还有一张宝典的法术。对，宝典的那张估计是一个出不来的。好吧，老姐丢了，你不会？然后呢？咱们可能那张闪电风暴交的有点早，但是当时也没什么很好的办法。寒冰剑，寒冰剑的，好像就是锁门的一张牌和一张，可能是一张就。保点一张牌和一张，那进去了。算一下场攻死不死，先转个图腾啊。对。三四五。啊，肯定是记了，因为我们没元素了。就算下一张抓的是元素，也启动不了，对吧？断元素了。那记了。记了，记了，肯定是记了。是不是大漩涡倒早了点？少掉一张 AOE 可能还能。这都是不会输给同一个招式两次，是吗？人家说他换了招式，明明换了一套招式，好吗？那他还会上什么？他会上他法师、萨满和德鲁伊。他这个萨满，我们那萨满能打过吗？我们的萨满。好的，可以看到这个在卡组厚度上元素萨是没有这个元素法打的那么的后期，因为有火门这个存在，还是返场能力太强了。是法师人家带了两个七六六，两个火门，那么多返场。对，而且还有那个四五四啊，给这个喷二，然后再给一飞的那个小元素，对，然后还有一张一个宝典，是然后过牌能力上也很强，还有 AOE。火山药水还有和那个两个火山药水，对，主要是过牌能力太强了嘛。对，你看一边都疲劳了，另面一边我看牌库里还有六七张的样子吧。对，我觉得那是萨满的这套元素牌，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进攻能力确实偏弱。嗯，对，需要前期有火蛇，包括中期有嗜血能打伤害。我感觉就他一堆卡，然后对面一个焦油三费怪卡住你五六个费的东西过不去。对，如果当时有个火蛇，可能就不一样了。是，火蛇是让这些零攻一攻都产生了质变飞跃。然后要卡组厚度的话，就要需要靠灵魂回响以及七费的那个顽石元素，是来让自己卡组的厚度变强。后面也是没有办法，我们知道元素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过牌，但没有碧蓝幼龙，而且又没有橙卡血法情况下，他的过牌就只有马桶一张牌了，是是是，那实在过牌有些不够。所以说需要加快节奏去打卡叉。嗯，那么这边的话，法师先走了，还有骑士萨满两套牌，不知道他们会怎么选择。我觉得骑士可能稳定性好一些。嗯，反正我们知道，就是没穿冰内裤，他这边是三套元素牌，对，就除了元素就只有元素，没有别的东西。我们看一下骑士，继续打萨满，因为骑士毕竟稳定性高一些。然后骑士这个职业呢，从他出到现在是属于一个操控性比较强的职业。嗯，棕树骑以及奶骑从版本的很早很早以的版本到现在的版本都是属于什么呢？我面对什么职业，哎，可以打。小绿所有的都是哎呀，这个也是小绿，那个也是小绿，想了半天没想出来优势对局，就这样吧。就是没有大绿，但是可以通过技师的操作以及排序来进行一些
这个对抗。对，但现在我就觉得这个骑士很怕萨满，因为那个剑龙骑术打别的职业都那么厉害，打萨满刮退，对，完了就很尴尬。因为现在没有沉默嘛，是以及硬解，所以说这个剑龙骑术真的是一张、就是、很厉害的牌，非常厉害的牌。好，这边报告，这边嘲讽出城，那有点亏啊，白亏了一费。哎，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啊，这个梅川兵的后面思路非常非常的简单啊，就是、反正我塞个766，对，就跟竞技场一样，就是一路就推了过来。对，所有的套牌有一种竞技场对战的感觉，但其实这个呢是下面这个犯罪高手与小伙伴的想象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因为所有的牌都有元素套牌内战，元素套牌内战就有点竞技场对战，对，我喷你一个，你接我一个。是，最后谁战场谁是爸爸？是这个肯定啊，因为你的图头被那报告兵都白吃了，肯定忍不了了。因为萨满打骑士，骑士的职业技能在前期还是挺有优势的。嗯，你这里如果是324，下回是435圣盾，那查着这个报告兵真的烦死了。是，如果你大漩涡清了呢？主要是对面刚才开了一波车，这个有点心理压力很大。哎，不过这开车也有缺点，就开车暴露手牌。你看对面开了一波车之后，只有一张牌没亮。但是对面会拆奉献什么的。奉献还是大宝剑，这个问题就特别严重。对，包括我们上一局也遇到这个问题，那个究竟是奉献还是大宝剑，我们很奇怪。你总会去想吗？对。就要打大漩涡吗？好，我们看这边一直在烧神，还是在纠结，就是打什么？你还是要上温泉吧，这毕竟是元素四费，你能打？嗯，他就能忍一手。但是其实没火蛇这么打是不是有点太慢了，太慢了。有火蛇我就硬币再摇个图腾，查三个棍子。因为你这个时候对面已经开了车，你就不能想赚与亏了，你就一定是亏的。好，没事没事，先加一口。可能这样讲，你多开开车，反正我一个退化你就全部回到起跑是是是。好，那现在哎，关键你断元素了呀，你上不了。他都想裸了吗？因为四费的断元素了咱能接受，但七费的断元素太亏了啊，他还是没有裸。你要有梦想，你这元素上你怎么可能到七费还抓不到元素吧？ 对，不能一直裸。好在这个26进攻力弱，但是这个556质量可就高了很多啊。卡利莫斯的仆从和光洛斯这道白骑士最好的再拿卡利莫斯的仆从，可能是再拿一个。对，因为无限发现自己看起来是后期最强的，比光罗斯可能还厉害。是，因为光罗斯也就是一个刮。对对对，打萨满怪大没有用，要多。对。现在我不太清楚这个梅川兵内库是有佛钉的吗？没有的。那玩什么？就是纯元素套。好，已经逼了一个退。哎，好消息是有一个过牌啊。这退。而且这个35很可怕，对面一旦手里面现在有把大宝剑。你就直接炸了，是还好这里就是双强吧，卡住你。这边直接剑龙骑术了，你交过一个退了，我忍不了了。是，剑龙骑术其实是 OK 的，因为加完以后它的属性不变，只要它活下来贴到脸还是能进化。加剑龙骑术最大的问题就断元素了，看它好像不太愿意接受断元素的事情。而且还有个问题，就是打脸进化以后，这个算死亡会出一个26吧？是的，对吧？但是自己本身那个属性就没了。就是它是算变化，算变化，就是不能会没有的，就 buff 也没有了，就是你不能打脸，你贴了剑龙骑术之后只能站着不能打脸了。因为我们也没有遇到过这种搭配，你知道吗？哎，我们看，就是、果然是又找了一个光罗斯，这56才是真的厉害，就免费赠送一个。这边跳 B 打五，只能打左边，右边那个打不死。啊，这个还真的挺难遇到的，一个萨满的职业牌配合骑士的职业牌，打了脸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他这个应该是属于自己产生一个衰，类似于衰退的现象，类似于阳，阳是把你这张牌直接变成了个阳。对对对，这个是类似于进化，对，直接给你变成一个六费怪。那六费怪现在有611，是，而且下面的名字就是犯罪高手与小伙伴，是，很可能克你这张牌。嗯，那我们听听选手方的声音。是，火爷有可能是，我觉得就火爷爷吧，火爷爷把三五点了，打硬气的。我要把三五点了，实在不行烟少兵就打一个，然后再撑一下，看能不能打四三五八的钱，先发两个。现在急需一张刮，急需一张刮。好像只能光节奏，我觉得。他手牌有点多，他八张牌，他为什么有？哦，他
这个抓了好。他抓了，他补了牌，这卡利莫斯补了卡利莫斯。他的人挺多的，他两个风之电掣都打了，他手上那边那两个是 buff 二，然后其他的是 buff 一，就以那张 X， 左边两张是 buff 二，其他都是 buff 一。城管，城管。感觉他这样其实也挺厚的，是不是也挺厚的？感觉也不好打。咱们要不要混速把那撑晚点？想一想，如果咱们这回出这个会怎样？啊，吃吃吃吃吃吃，把三个小的点了。对，然后就全是二血，全是两血，好像有点差。全是两血，咱们四四解一个。如果要是火元素解了这个，他可能是比如剑龙骑术骑这个，解了这个，然后把火元素吃了。啊，我觉得先出这个吧，先出延迟哨兵吧。啊，先出延迟哨兵。时间先出二十兵，实在不行我们可以火元素加八血，对吧？或者是有可能会打，有感觉，但是不管啊，这刘毅管不了，我们只能三四吃一个，五四吃一个，四四吃一个，这是两个两血一个一血，然后七六六喷一个。可以，对吧？这样打一个闪电风暴，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就不上光罗斯，想一想。上光罗斯，我上光罗斯不好，因为如果你光罗斯奶到，比如说奶到这个怪了，或者是奶到，比如说就比如说奶到城管了，他拿一六吃了你这个，拿四四吃了你三二，刮了你的光罗斯，那我们不是很傻。但是如果奶到这个怪，那二分之一啊，奶到脸了你也很烦，奶到这个你也很烦，你只有奶到这个是好的，你只有奶到这个中间这个是好的，对不对？博是吗？不博啊。不是，我是说上光罗斯就搏一搏，上光直接过吧。他其实没什么卡了，他就是骗这个骗先骗刮嘛，他八八总要打个刮了吧？八八，他退化打过了，退化用了呀。他可以撞一下火山喷发，二三四五，对吧？他可以撞一下火山喷发。他把一六送了火山喷发，那他三费什么也伤不了。对啊，他还有一二元素吗？手里？好像。没记得有他上过一一二吗？他肯定没上过三二三，反正没记得上过一一二，忘了。我们把这两个拿回来就可以疯狂 buff。对啊，疯狂 buff 就很爽。好，我们看一下选手分析过后之后，看这边还是应该要打火山喷发了。是，不打火山喷发的话，场攻太高了。就算有刮我觉得也是火山喷发，毕竟把其他的也解决掉了嘛。主要是你本身就没有 AOE， 你没有下回合更好的处理。啊，他觉得大修加嘲讽再摊一回合。啊，没有嘲讽，继续回来做。啊，这样的话对面手牌真是多到爆炸。而且质量都很高。是，你别看一二，一会儿就一三四。能直接 buff 一下你就炸了。嗯。这边的话。要不要考虑这个八七吃掉火元素直接光螺丝呢？看萨满这局如果要是走远了的话，又是因为卡组厚度，是这边可以直接光螺丝，这样的话一半的概率奶到这个八一。是的，奶到就血赚，不奶到也无所谓。对，不奶到我脸奶到脸也不亏嘛。主要是现在这个八一的身材值得一奶。今天算你不走运吗？不走运。今天算下面的，我们看到范德高手这边比较走运。奶了八一其实也可以打火山喷发。嗯，对，奶了八一是一定要打火山喷发了。对，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不打，要不然上嘲讽顶一顶，这嘲讽毕竟你过不来还是很赚的。嗯，
嘲讽的话有圣盾，这个骑士的话除了大宝剑奉献没有办法破这个圣盾。是的，你奉献交了还觉得特别亏。对，大宝剑砍圣盾也感觉自己有点蠢。不过好消息是你这个光罗斯呢可以撞一下，期待光罗斯奶一下自己，等于免费破地盾。对，就免费破个盾挡一轮攻击力。是、啊、选择了上圣盾、啊、这肯定要上了，而且两个分开上啊，防御小优异抠一点啊，先上一个啊，这边搞不定啊这个盾。哇，还有三一四啊，这不就是伏丁吗？对，是。好 ，buff 一号，这个三二五又变成可以打图腾的了。对，那这边的话再 buff 一下就三三六了，三三六接近一个熊德了。主要是对面是一个一四，他可能不太舍得上这个四三五。啊，他选择这边先找一下，好，没问题。因为这个无血，对面直接过不来，伏丁。直接选信仰圣光好吗？这个就是别有意。不考虑，不考虑了。第一选择。不想很多聊天。如果对面海盗蛋，你可以考虑左一。对。除了海盗蛋，基本上就是毫无疑问拿友谊。是。这还有啥？装一手嘛。啊。直接拿就是太明显了。是我伏丁超管，是很纠结。这边不打很赞、啊、不打的话这边的话就你过来嘛，火灯喷发也打不了你过不来，我无血你四攻对吧，还卡元素了，就占你便宜啊。这边可以火元素强行过吗？对，但是问题是火元素过了以后这个七七怎么处理，八八怎么处理，下回合喷了你，这回合我就视而不见了。 是就其实他早点打火灯喷发可能看起来好一些，因为毕竟你的单节可能场面会比现在强一些，但其实对面怪是太大了，你看随便一个五费怪拎出来就七七八八了，哪个都搞不定，手里那些一费怪每一个都很能打，而且人家这个三一四啊就本来是免费赠送的买一赠一的牌、嗯、对，但是现在你看这个三二五又感觉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嗯、对，就是最起码你火元素得喷一下，还得配合点什么，配合一个圣盾才能搞定，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下面犯罪高手有小伙伴还是幻想着自己可以有机会，是这边还是要打脸一下，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最后不打脸的话光罗斯免费撞你，嗯，这个还有一定的几率，一半的概率你是奶到脸了，是啊，我觉得这边奉献是不是忍不了了，要出手了，毕竟要清的东西太多，只要保住这个七七，一会儿手里的一费都变成 boss 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保这个七七的情况下，三幺五，或者是那个三就三三五嘛，或者是那个剑龙骑术都可以考虑交。嗯，好，选择交了剑龙骑术。剑龙骑士毕竟两个强更稳一些。是。这样啊，是不考虑交奉献了。是。奉献毕竟是最后手段嘛。他可能这个六五不会去解了，因为防止你下回合哦还是要解吗？对，自信奶自己嘛，三分之一的概率奶到自己，就算奶到那个七七也不亏，也不亏，就别奶到自己脸就好。啊，没关系，这边我们看到就其实说白了，这个光罗斯都没有这个七四重要。是，哎，奶到了，好，可以。这一手下去，哇！每回合一费输个三四，你受得了吗？下回都雪人了。是啊，我本来还想火山喷发解的，现在喷都喷不掉啊。这是乌手元素旗。是，现在需要两个 LE 才能解，先喷一下吧，尽可能把巴尔喷掉。哇，巴尔都没有喷掉，我。不知道该怎么沟通了。嗯，哎，我爸爸对面全是一血，我的天，不知道该怎么玩。光罗斯随便奶一奶都不亏。其实他可以把这回合考虑把这个三费的这个送掉啊，这样的话奶到那两个的几率高一些。是，还没有。好，就吃你没有 AOE 怎么的？对，你这个 A 不动嘛，对不对？因为你有 AOE 上我肯定打。是，只要别奶到脸随便。下面只能希望奶脸，然后我这边抽个大漩涡什么的。其实出不出都行，
如果你想出就是想夏侯和叫杀，嗯，来了，啊，哦，啊，这最差的有没有 LE 啊，不行，啊，闪电剑交了加那个七费的元素是能活的，喷掉一个八攻一个七攻，对，是能活的，先活着吧，别的不管了，至于那个丁丁我们下回合再想办法抓个寡寡了他。这怎么打呀，关键手里面看似只有一个一费的，但是质量是有点略高啊，是这里的话可解可不解，嗯，要不圣盾碰掉吧，毕竟白赚的，是要被人家，首先对面没寡一定输了，我这个八八圣盾嘲讽王宇灰烬使者一个单刷他，那既然你如果抓到寡的话我就亏大了，是是，我太亏了，我白吃你一个先。现在呢要么就是和时间赛跑，你直接踢脸指望和踢死，他可能是准备直接踢脸了，对，那下面的话抓国啊还能再苟很久，如果萨满大概幺三零把这个八八拽过来就赢了啊，看这边一费五杠六，哇，啊，还有一个一费五杠六舍不得啊，可以了可以了，叫杀刮刮刮，他现在就是凑场攻下或者叫杀嘛，对，或者再堆一点，一旦你刮了我还能叫杀，现在是十五点再凑四点刮没有啊，收工收工，没有刮不知道怎么对付这个八八圣盾嘲讽，这局差距好像有那么点大，我们还有个萨满，萨满我们那套萨满没试过，我们没有大显窝，嗯，但是我们这套萨满没试过感觉很慌，现组的打什么，打萨满和那个什么，反正打德鲁伊很好打的，不好说，打德鲁伊扑起来你前期闪电风暴也不干，那边落后的老毕和拉拉心情也是比较沉重的，我看拉拉跟老毕内心是绝望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下去了，因为他们是一套就是抓对面中前期快速职业的一套牌，嗯，就属于一套偏快的一套控制套牌，是，但是对面是一套偏慢期后速后期的，对，打质量你一定打不过，对面都是后期无限在那里滚雪球，我都看都看不懂，越来越大了就很难打，是因为你前期给不了对面压力，对面肆无忌惮的去发育，而且我们看这个 buff 还是特别厉害的，尤其那种一费小一费一杠二完全没有用，但是最后的 buff 成五杠六了，特别能打，对，而且质量非常高，而且都是一些免费赠送的东西，是的，一回合的场攻是超过了我们想象，就算抓寡都是死了，对，对面应该在堆场攻的目的就是你抓到寡我也能赢嘛，嗯，打萨满我觉得因为现在是淘汰的阶段，失败就意味着被淘汰，那现在已经是不重要了，先上自己的德鲁伊，好，来冲一波，啊，这个德鲁伊的最大亮点就是一费经常可以打高手牌直接穿退里面，但这把的话没有激活还要慢一点，就不知道这边萨满的，哦，有一个退化还可以，嗯，有退化，如果再来个火山喷发基本就赢，啊，有退化的电疗基本上已经比较稳了，嗯，来了来了啊，想也不想，直接两个。因为他笃定对面解不掉你嘛。嗯。现在其实考虑打稳一些，可以考虑，哇，火山喷发啊，哦，这局基本已经不想聊了。火山喷发是太厉害了，是这样的，下面这边的话，它是有活体法力的，如果能把对面的大修罗骗出来，就还有机会。是。如果骗不出这个，如果能把对面退化骗出来，如果骗不出退化的话，这边活体法力挨个退化就完蛋了。对。这里肯定要忍住啊，这个衰变之前的退化是绝对不能打的，不能交不能交，我宁可插个火舌就，你看啊，衰变 AOE 火山喷发，是，那你说你打这个野兽的还缺什么呢，什么不缺，先把火舌丢下去解一解吧，啊，只要你别打死我一切都好，这个如果这个不是一个这么正规的比赛啊，我们就可以进去告诉拉拉拉走吧，啊，对，这么，哎，他没有舍得啊，选择忍了一回合，一还不错，嗯，但这边直接二话不说就一个二二二进化，还是有点贪，还是有点贪，哇，哎，这个先上这个，因为两个野兽嘛，嗯，一定是赚到的，看看有没有王宇，王宇啊，好，这是最好的了，因为火山喷发是处理不了王宇的，是，
啊，还是选择先细一点解一下、啊。这手其实有点贪啊。是。哇、哦，这个太厉害了。这个是属于发配员告诉你赶紧走，赶紧走。对，那还想什么？赶紧上。这我感觉就按这个排序打下去，下面没有任何机会啊。是，就是后面抓的全是屎，就靠手里的牌基本也够了。这边赶紧 buff 一下踢过去，然后还给补个银色。是。buff 一下，看看有没有另外一个 buff 吧。就再来一个，哇，没有好像银色。主要是前期萨满没有断随从，如果前期萨满没有那个一费，那很可能现在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对，对面可能场还有两个怪、嗯。是，我还有随从，你看这个。一加三继续拖时间，是，只要活着就是赢了，对吧？这牌特别简单，打对面。打到四费，这个德鲁伊的场并不强，同时呢，我一点血没掉。对，我有喷发，我都不知道输什么。对，拿上去卖吧。卖什么的问题了，就是。卖了吧，没什么值得的，或者你，我觉得没必要打这个卡组，没有任何后劲的卡组，没必要。他可能想卖，先卖个一二，摇个图腾，你打我一下，我再加血摇个图腾，反正就慢慢卖给你。对，你一旦多，我就一个 A O E 送你回去。这个三费的二四嘛，上了基本和一也没什么区别。是，那就先算了吧。嗯，这回合先卖图腾，图腾你也要拆。下回合再摇再买。对，你不拆我图腾，我火蛇就要教你做人了。哦，这个还可以啊。但是好像费用上不太爽，上了吧，没办法。毕竟保一下武功怪，武功总是要打脸了吧？这个变脸咬上图腾吧？对，或者是直接咬脸了？咬脸，咬脸，治疗图腾吧，毕竟。对，而且对，主要这边都是两攻的。嗯，不存在你火蛇白吃我一个一加满这种事。火蛇电疗全清你怎么样？还是先上个嘲讽。好，我们看电疗下活是四费，而且断元素了，可以考虑三二四过渡一下啊，其实可以清了，打这个德鲁伊清了就赢了。其实现在是这样的，就是对于梅川兵内库上面来说，能赢的方式很多，问题是怎么赢，哎，挺纠结。火蛇电疗这种赢法呢，还是上个嘲讽来赢呢？嘲讽有点重啊，火蛇电疗吧，清你一波，下回合就三二四过渡一下。退化忍住，对面是有活体法力的，一个退化就，啊，选择了继续慢也可以。那这个火蛇应该会交，火蛇还是要交。火蛇这个火蛇交了以后，下回合就考虑是打一个四费加图腾吧，嗯，或者是看情况打不打 A O E。这样的话就好处，下回合可以四三五嘛，或者说再 A 都可以。我们看一下选手房怎么分析。火蛇不摸了，不摸了，不摸，摸个毛啊！这有什么好摸的？爱咋咋地，爱咋咋地啊！不跟你管。我们场攻九，咆哮是十二，能打二十一，再加一个变脸是二十二。对，只要抓到一张御联印记，或者是一张野性之力，或者是一张咆哮，是，我们就斩杀。他六分能出什么呢？最强就是打个火山，大家玉石俱焚，我们还剩了四个一一啊，对吧？是火元素不怕，是，还有什么闪电风暴不怕，不怕闪电风暴，其实还有两个闪电风暴，有点怕，没有大漩涡，不慌，跟他刚，刚就刚，下一张加一加一把他带走，对，下一张。哎，我讲道理，我们四张加一，对，四张加一。你看对方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对方已经毫无办法，束手无策，你坐以待毙。别立 flag 好吗，兄弟？他好像要打闪电，嗯，好像是个闪电，得是啊，波尔，波尔，波尔素实施，紫罗兰，要跑啊这波，这波不跑更待何时？撞一下，跑了给他换了。然后连把那个换了，连把哪个换了？把那墙换了，连把另面那个墙换了，这边把那个换了，对吧？没毛病，没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我想跑了吧，先跑了呗，先咆哮变连打了，嗯，然后三撞那个，
加五。对。然后那个咬那个。然后咬了他。对。然后这个是要减点。想想想想伤害，想想伤害。反正先把这两个。这个两个可以打的，这两个可以打。考虑一下。十五点血。他下一回合是不过载的七个费。可能是什么岩石哨兵。我觉得是别解了。别解了，打脸吧。解得大。他岩石哨兵往这一丢。就是一个四三和一个二三的啥。咱们现在是。啊，闪电风暴。电点电吧。电我也留着。是锦衣人吗？应该是死。看他这样锦衣人。没事，咱们来个野性之力。出轨之出轨之柱啊，那上回解了好一点。对，全上了那边。啊，那上回解了好一点。嗯，这波有点伤。这个紫罗兰上去要死，有点尴尬。要不然咱们紫罗兰变脸吧？我觉得紫罗兰紫罗兰变脸吧，那出轨之柱也没啥用，出轨之柱拿来配野性之力吧。不是啊，对，或者配加一加一吧，只能这样想了。他只有五个。五个费能出什么呢？五四五还不能发现，可能打一张刮把咱们的三五刮了，吃个一把三五刮。总之，没事，不要慌，还有机会。你先摇一个图腾吧，图腾肯定要摇。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是五八八。对，肯定不是啊，是五八八，他肯定先上五八八，不可能上紫罗兰。而且有可能他也不是，那就是活体法力、咆哮、激活，激活有可能是怪，就是还有小怪，所有小怪都有可能。对，所有小怪加咆哮激活。嗯，那我们这个肯定先摇个图腾嘛，肯定不打火焰喷发。对啊，肯定不打火焰喷发，所以先摇个图腾，是法强。那我们要不要退换？我不要。那我们吃一个过了。吃一个过，或者打闪电风暴呢？我在想是吃一个过还是忍一个？打闪电风暴不太好，我觉得。我们吃一个过了吧，要不过了吧？我觉得吃一个过了。对，就是闪电风暴，他这个德鲁伊没有直伤，就是我们只要把他的场面清掉了，他们就没有伤害打他们那里。他我们把风扫没有，他们小组赛从来没带过风扫，只有咱们带过。是吗？对，别的野兽都没有带过。没卡位都不带风扫，不是没卡都不带风扫。他们卡比怎么齐啊？人家两个五八八那种。嗯，他这个格肯定要把两张牌都打出来了，我感觉。我觉得，不急，我们就抽到一个大怪就可以单刷他，不可能他不可能解到大怪的。嗯。唯一很尴尬的就是我们上了大怪，他上五八八，那这个时候就比较尴尬。可能我们需要撞一下大火焰喷发或者之类什么的。未知数。野兽。他还留了。你觉得那个是不是他这个除未知数不是？上回合。上回合那个。对啊，就是。先摇个图腾，看是不是法强，是法强，我们直接把直接电。对。一我也好想。我们可以吃一个刮，吃了刮一个。对，但是我好想垫了他返场，但是垫了两个一三啊，就很傻是吧？行，那我吃一个吧，吃一个刮一个，特别傻啊，感觉吃一个刮一个。主要是他场上有三个怪。其实我们一直在被蹭血，这个很烦。对，我也是想说。对，我们没有抽到生物，比如说抽个什么焦油三二四啊，或者什么六五五，就让他过不来那个墙。对，抽个焦油就挺好。对，不想再被他蹭了。他这个和有伤害，肯定直接全打出来了。他之后的场面不可能比这个还好了。他手里那个怪再不上，那就是激活了。激活，或者是活体法力吗？活体法力，对。但我觉得他是活体法力的话，这回合肯定活体法力加一加一，只能拼了。不，他觉得咱们肯定有一波解成。哎，我们打退化还是火山喷发？退化不好。那火山喷发吧，直接。直接火山喷发吗？对，直接火山喷发吧。行，我觉得。那哎不，怎么了？啊，对，喷吧，
那这三个我肯定要清的。对，留个闪电风暴电台的五二。刚好马桶。对，来我。十三血。十三血很安全。对。他激活。嗯，激活。有没有可能是咆哮？没，火腿法力。有没有可能是咆哮？闪电风暴，我觉得把那个五四五上去吧，要不？对吧？砸在你脸上。他没有闪电风暴吧？有闪电风暴。我管他是什么，我操！你还想些什么？我们还有三十三血，血量你大爷的！哎，有闪电风暴，你想这么久干嘛，兄弟？玩我的是吧？再抓一个活体法力，再抓一个活体法力，再抓一个活体法力，再抓一个活体法力。听上去咱们有五个，真的只有抓活体法力了，还有什么打法吗？他这张闪电风暴是这个马桶抽的，对。他想要快裸五四五啊，还不裸，兄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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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早就该裸了，就是，该裸的要裸的呀，活体法力，活体法力，法力变脸摇脸，嗯，变脸摇脸，咱们还可以抓活体法力，对，还有一抽的机会，还有两抽，我觉得。来吧，不着急，嗯，挺着急的，有点着急。不着急，这着什么急的？打成这个样子。哦，他带的是这个。嗯。啊，又出了个结果。他尝一尝试血，说效果叫啥？试一下。十五，那肯定叫啥？叫啥是肯定叫啥。对吧？叫啥我们是挡住，但是呢，我们可以。他把 AOE 都抓到了。好，再见。等一下，等一下。啊，算了。没有机会了，两个回合必死。那可以。拜拜，没卡，连卡包都省得开了，多省事儿啊！是的，赢了吗？庆祝一下，庆祝一下，就像就刚才那个，耶耶！哎，我们3-0，赢的，又可以开卡包了。哎，我们可，我们安格洛，安格洛，安格洛，安格洛。哎，你要不你开？我行吧，我们多少包来着？我们12包，是吧？80、12吗？不是，那打卡组厚度。我说元素法，但是你又觉得元素法不靠谱，这没有元素法的事。我的意思是，就是不要去针对什么快攻，要找。好的，那我们恭喜梅川冰内库是3-0直接战胜了犯罪高手与小伙伴。嗯，是的，好像是今天一路杀，已经赢了两场了。是。那么距离夏威夷还得需要两场。但是下一场比赛就非常精彩了，因为他们对战的是王师傅加09。是王师傅加09和打那个天师飞狐，天师飞狐，对，他们的胜者去打、这个、再出来打梅川兵内库，就是如果王师傅赢了，我们假设王师傅赢了，嗯，那这个比赛就会非常好看了，因为王师傅的卡都是很慢的卡，是、哦，那梅川兵内库如果要是和王师傅比卡组厚度的话，一定会考虑到牧师。以及青玉、哦、有点青玉德，对，打得会很慢。但是天师飞狐那边就很麻烦，因为天师飞狐他们，天师飞狐他们那个卡组很有钱。记得当年有一个丁丁伊瑟拉的奶昔，是不知道王师傅他们怎么但只有这一个、啊、对，不知道其他牌子怎么打。问题是王师傅有牧师这个职业的话，就是你都是我的，就谢谢你帮我做伊瑟拉，哎，谢谢你帮我做伏丁，有点道理。对，因为王师傅遇到奶昔一定是双金库嘛，是就不会和你讲道理，就是反正你的都是我的。嗯、好啊。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开卡的情况。不要那个，嗯，不要那个不好、啊。怎么感觉？已经连赢两场、嗯，还差两场。嗯，我们气势来了，气势。可以给就是挽回村长的颜面。什么村？村长，我们村哈姆士郎。嗯，可以开完了。挽回村长的颜面。要你开吧，你开吧，我也不给你压力啊。上回你给我压力，我啥也没开出来，是吧？是吧？我们就开点任务图吧。传说，
我没 A， 我们开了50多包啊，就开了这么一张橙卡，还是这？这个是战士的吧？怎么应该 A？ 我感觉是吗？那你看上一次怎么 A 了 ？A 完了就可以分，分不了那个石，能分、啊，但那个石山幼龙分不了。那个石山幼龙是你 A 了，我没 A， 你吗？啊、那你 A， 我们刚才一起 A， 六八。你 A 呀、啊？啊，我等你 A 呢。啊，你，哎呀，感觉太生硬了。啊、其实这个牧师，这个牧师有啥用？怎么没有牧师别的卡呀？那个二费那个。啊，为什么？你今天运气好，应该你开的。啊，我才浪费了8包。我被人一顿买四买花买你那个运气对啊，你那个运气不好的已经在那用了。哦、有道理是吗？但是开那个东西，我们开的好多。哎，我们反正这次开的啥用都没有。为什么豆兵这么多？应该是到161，我记得。给你来一把，给你来一把，给你来一把，一发入魂，一发入魂。哎，我是不是吓着你了？哎呀，吓到你了。我的锅，我的锅。今天，哎呀，我手气，300。哎，怎么为什么总是这么尴尬的数字？但是我们这次开个能开一张紫卡和一张蓝卡吗？很尴尬呀、啊，你不觉得？紫卡有好多紫卡想合呀，怎么？嗯，我们有好多紫卡想合的。哎，总是觉得他们也是不容易，每次都在聊合紫卡的问题，人家都是好几千层。看看人白泽是啊，随随便便开几个任务。嗯，3000多层不知道干嘛、啊、就是什么你是鱼人是吧、嗯、哎呀做两个杀手蟹吧。 对， 对，你是海盗是吧，哎呀做两个杀手蟹吧。对，我你是武器职业吧，来两个超软吧、对，没关系、哎、小软太便宜了，对，不符合我们的身份，是我们做两个紫的吧。对，现在3000多层，我们以后就要做金城了。对对 对， 对，三千多层，哎呀现在什么主流卡都标骑士最贵是吧，来个骑士吧、嗯、可能这样了。很难。嗯，好，那我们刚才看一下这个解说席，对这个主持人席对这个刚才那组选手的一个采访。嗯，好的，那么在刚刚的比赛中呢，我们的神龙教也是不幸落败啊，这个神龙教是不是胖驼驼和瘦驼驼，对的。那么纵观你们一路走来其实都挺顺风顺水的，那为什么这一次会以一个不太这么不体面的分数输掉这一局呢？哎，就是因为我觉得挺体面的。没有，我们当时已经想好了，就是先跑比较难打的，就是不行就零杠三了。对啊，就没想就没想过来个痛快嘛。对，没想过，反正总归还是要被关得的，对吧？总之还是总归才有后续的一切，该面对的总要面对的，是是是是，人生就是这样，是是是，还不如爽快的既然来一发。被抓 line up， 那又怎么办呢？啊，打骑士那一局真的是绝望，我在下面看着你们的对局都绝望了。骑士他那个牌太厚了，他法师也很厚，对，他都是最厚的，最厚的卡。后面那个1-1-2都已经变成雪人了。那很正常，因为解不掉他的。然后对，是解不掉。然后刚刚我一直坐在这儿看你们最后一局，这个打他们的那个是萨满啊。对对对，是。你们在这喊活体法力，活体法力，但其实。他们那一组把所有的解牌都抓在手里了，上两个那个火山喷发，然后退化、闪电风暴全抓在手里了，真的很绝望。就是中期如果能稍微早一点、顺一点，就是在有两个王宇的时候抓 buff， 对，有点机会，因为我们两个咆哮都抓到了。对的。很可惜，不过我们还是有福利送给你们和大家的。那么接下来可以，对对对，接下来就喜闻乐见的时候了，来选一个 VCR， 就选我们刚才那个对手。没穿兵内裤。对。好，那么有请我们的导播来给我们播放一下没穿冰内裤的 VCR。大家好，我是 XO。大家好，我是冰线。看到桌子上奶了吗？看到了。我对咱们组合开卡包的实力表示怀疑。可是我们为了这次现开赛开卡包，去烧香拜佛了好几天呢。所以我现在才想检测一下，烧香之后到底我们两个谁的运气更好？那你想怎么检测？哇，这不是左轮枪吗？那你想要怎么测试？我们今天要玩一个叫死亡左轮的游戏。左轮枪里只有一根针，桌子上有三个气球，到谁的时候气球爆掉，那就输了比赛。输的那个人要把桌子上的奶全部喝掉，而赢的那个人就可以开我们现开赛所有的卡包。哇，玩得这么大，那你敢吗？来啊。好，那我先开枪。好，该你了。好，没问题。
第一次你输了，那我给你先开枪的机会。可以，到你了。我是不会被喷到的。好，非洲人永不为奴。你输过一局之后的人一定会永远输的。我觉得这个赛制会打成一比一平。哎呀，天谴之人，看来你不适合开这个卡包呀。话虽如此，但是我们这个虽然是失败者嘛，但是我们有一个失败者的独家政策。这怎么了？你独家政策已经没了，那就只能接着喝奶了。那还想吃我的水？那我不服啊。那我的我你今天没有被淋到，那你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养乐多喝了？咱们赛前已经说好，谁输的谁把奶全部喝掉。我们是一个 team，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没有一个团结的心，怎么去一起打双人线开赛？但是好吧，那我就看在你运气这么差的份上，那你就把这些全喝了。我们一人一半，好不好？一人一半，可以，可以。好的。我不管，反正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这一堆是你的，对吧？但是我比你多了一，怎么你？你这个人，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这个人不是我们一直都是分好的，对吧？不是，不是，不是怎么了？说我比你多了三，我不知道，这可能是天意。不行不行，不，这可能是天意。我不想跟你是一个 team 了，你运气这么差，还不守信用。我运气虽然差，但是我技术好啊。做人要讲诚信的。你这样如何成为一个真正的炉石选手呢？我不管，反正我喝完了我就结束了。你把你那些在观众面前，在观众面前，你这么不守诚信？不是不是，没有不守诚信。你怎么能这样呢？你别往我这放，你不要往我这放。不是，我也喝不了了。你有能耐你就别让我看见，对不对？你做一些那什么暗地里的事情，你明着这样是拿过来就不好了，对不对？不行，我刚才看到你给我拿过来。你没有看到，你我看到，你没有看到。你快喝，赶紧喝，喝完了那什么。真喝不动了。不是，今天你赢了，所以说以后之后我们在双人线开赛的卡包就都归你来开了。那没问题，看来我运气还是比你好。但是我想说一点，我一个非洲人，一个飞球，靠着我的操作和实力走到现在，证明炉石传说还是要靠技术而不是靠运气的。你这种炉石传说运气的代表，最终肯定不能走到最后。你是靠技术吗？你不是靠赖皮赖的吗？我这讲道理，对不对？这个东西也是一种技术，你没有发现，对不对？不，你是靠拔网线拔到现在的。你是靠蓝屏拦到现在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好，看完这个视频应该给他们取一个标题叫震惊啊！这个两个男人深更半夜在荒郊野外竟然做这种事情，喝完了还要那什么，就是对啊，到底是那什么呢？对啊，不知道，不过还是恭喜他们这个进入了最后的决赛。那么接下来的话是王师傅的战队对阵的是天虎组合，那我们先接段广告，我们一会儿见。你的呼啦，你的呼啦，不是你的胡了，不哎，我们上这个怎么？你上这个，他奶一口怎么办？上奶一口，我们就火球打了那。那不就多交个火球？其实我们现在伤害很高，应该叫杀了吧？十二、十八、十八加二，再加2。